坐在电视机前的您，是不是很久没有做过健康检查了呢？如果是的话呢，就要注意以下这则新闻咯。新北市卫生局结合了多家卖场，从即日起到9月28号的每个星期六，在卖场据点提供了大肠癌、口腔癌、乳癌还有子宫颈癌等免费筛检服务，现场呢还有好礼三重送，希望民众能够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新北市卫生局结合家乐福、大润发、爱买以及全家便利商店，一共开辟了26个卖场据点，从即日起到9月28号的每周六，提供大肠癌、口腔癌、乳癌、子宫颈癌以及三高等免费筛检服务。新北市卫生局指出，许多癌症都可以藉由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来降低死亡率，希望民众能够多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。等到你有症状的时候，已经都到末期了，都到三期、四期以后。所以治愈率当然就很低，很多妇女都死，朋友都死于这个子宫颈癌。可是经过这20年来，我们努力的去做子宫颈癌筛检，很多在零期，就发现，那这时候治愈率非常高，接近100%，所以只要能够早期筛检出这些癌症来，其实可以挽救非常多人的生命。除了提供免费筛检，现场更有好礼三重送。首先，只要到筛检站咨询，就送精美礼物。第二重则是接受筛检就能够获得卖场礼券。第三重，参加筛检的民众还可以参加抽奖，头奖是10000元的礼券。而在新店地区提供筛检站服务的有家乐福新店店，8月17号下午1点到4点；大润发碧潭店则是9月14号。民众不妨可以多加参考。记者杨邦友、张芳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